啊，我今天有检查作业，哎，还有一部分，有很多宝宝弹的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不错的，就自己就练，就哎，两行弹下来了，很不错嘛，两行弹下来很不错了。另外的话，他曲子本来就不是很长，啊，好的，分享了 ，OK， 分享了啊，能让我截个屏吗，普子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截屏，你也可以加班老师 V， 找班老师助理领取一下那个教学教材。祥音006可以加班老师 V， 祥音006啊，吉祥的祥，音乐的音，小写全拼。没有进群的话，你可以加班老师 V 进教学群，宝宝们可以加班老师 V 进教学群。嗯，对，有谱子的宝宝扣个一，答个到，宝宝打个卡。打个卡，有谱子的宝宝扣一，打个卡，我们开始上课。对，揉弦手指折指吗？折指，第一关节折指啊，第二关节不折指，手弦第一关节是折指的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嗯，标准，对，也标准，不对。嗯，对，练骨正手会起老茧吗？会啊，会，左手会，右手不会。左手也就是食指中指会起茧，很正常，因为需要按弦嘛，就左手会起茧，右手不会起。教完这些名曲是不是就要教三？对，教完这些经典的曲子啊，都会有教三级呀、四级的曲子会往上走。对，好像有点远，嗓子有点远，嗓子从来都没有好过。折指是这样，折指就是第一关节按弦的时候，手型是这样的，是折掉的，不是凸出来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这样的第一关节是这样的一个手型。晚上好，真诚的希望。晚上好，现在直播间的宝宝可以关注安老师啊。对，直播间的宝宝啊，那有谱子的宝宝打个卡扣个一，好吧？有谱子的宝宝打个卡扣个一。那如果说老师我是先来的，我们有谱子 ，OK， 但是我想听听课可以吗？可以，怎么听呢？跟着安老师唱谱，或者说。你的古筝刚收到手，或者说你古筝还没收到手，或者你古筝收到手很短，才一星期两星期 ，OK， 那这样情况下你就跟着汪老师唱谱就 OK 了，明白吧？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跟着汪老师来唱谱就 OK 了。老师好像李若彤，谢谢，啊，跟明星跟大明星长得很像，我也很庆幸，嗯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讲100天古筝速成梁祝乐曲啊，梁祝这个乐曲我们讲后半段了，前两半啊，前两行都已经讲完了啊，估值好久没有讲课堂曲了，都好久，嗯，对啊，你最近都没有来了啊，打卡成功啊。OK， 梁祝呢，最后这个第三行在走的时候哈。千古传俗声声爱，这一句在走的时候啊，我们两句两小节两小节走的啊，先唱听一下节奏，明朝夕来拉波索，听节奏啊，预备走，明朝夕来拉波索，最后那个骚数到三，骚是一拍，一个横杠是一拍，骚二三，这时候数到三，这个骚数到三，那我们再听一下节奏，背走，咪骚西瑞拉高骚二三，卡吗？没有卡，宝宝，对，我的网是没有卡的，你的网可能卡了，对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就这一句啊，这一句两小节走啊，听一下啊。咪嗦西瑞拉哆嗦二三。OK， 这时候我们的右手怎么走呢啊？我往后撤一点，让你们能够看到我的左手啊。这里需要我再往下那个吸，对吧？左手是有吸，那个吸呢，左手要提前去找拉的琴弦啊。如果你不提前去找拉的琴弦的话，你的左手容易跟不上啊。不同步音频，你把你退出去重进啊，音频不同步退出去，
退出重进啊，宝宝，音频不同步，退出重进，对。退出重进啊，这时候能看到我的左手吗？能看到左手吗？能看到大概的左手位置吧？能不能？能不能看到大概左手的位置？左手大概在这儿，低音 C 去按的时候，离针码一拃的距离，一拃的距离啊，10到15公分，10到15公分。那如果你可以，老师，哎呀，我往左边按吧，对，它是琴弦比较松，但是你容易按到面板，还按不到音准啊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，哎，老师，我一按到面板，还没到音准，这时候你需要往右移一点，往右移一点，明白吧？那这时候我们来边比划边唱啊，边比划边唱。第一个是食指咪，大指弹嗦，左手就提前放在拉的琴弦上放好。当你弹完第一个咪的时候，你左手都可以去按拉的琴弦，按到西的音高。可以提前按，或者是你弹完骚左手就直接去按也可以，但是左手一定是提前按好的，一定是提前按好的，明白吧？而且它的稳定性决定你的手，左手的稳定性决定于你这个音准的稳定，所以说你在按的时候，你的左手是不是按稳了，这个很关键啊。昨天有非常详细的讲你这个息如何去练你的息的稳定性，你需要按准不动，就用条 N 器去调试它的息是否按到什么位置是准的，然后你给它持续一下10秒20秒30秒，等这个时间去持续下左手的臂力啊，就左手臂力是很就劲的，明白吧？昨天讲的非常详细，有很多宝宝，哎，老师练鼓真的都是，我跟你说都是女汉子啊，真的是女汉子，肌肉很发达的，这样虽然不雅观，但是真真切切的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左手右手弹古筝想弹得好，你的双手臂力是肯定是要有的。包括老师，我摇旗好大臂好酸呀，酸就正常了，明白？你不要不酸的话说明你都没劲儿啊，酸的话说明你的劲儿正在用上，如果你用不上的话，你胳膊是根本不酸的啊。所以说你按的时候你胳膊会累很正常，是因为你的臂力没有臂力，就像那你刚才你第一次做俯卧撑一样的，第一次做俯卧撑的时候啊，做俯卧撑的时候你感觉，哎，第一次我根本都起不来，第二次我也起不来，但是你每天坚持一下，一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手上的臂力会有了，而且的话你第一次做胳膊做两三年，胳膊特别酸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弯耳一口气可以做20个俯卧撑的，可以想象手上的臂力是有的，是练的，而且对你的手上臂力对你弹古真的是有帮助的，明白吧？OK， 那我们在这一句边唱边弹啊，边唱边弹边唱啊，食指大指，所有的指法都是要边弹边唱比划啊。如果说老师我手指找不到琴弦，你先边唱边比划啊。第一步是先唱，第二步然后边唱边比划，第三步然后是边唱边弹，有个步骤，明白吧？有个步骤啊。那么右手弹完咪，左手去按西的音高咪。左手可以一下子到位，你看到没？左手是一下子按到位的，你不是我按的特别慢，按的就是整个按下的过程特别慢，对吧？老师是河南老乡吧？对了，河南老乡，让我们听一下咪嗦西来，贴起哆啦哆嗦，二三，这时候我们嗦可以加柔弦。这个拉的时候，你这西不是按住不动了吗？西弹完之后，你弹完 re。哎，老师，它有的余音共振特别好，就比如这个琴，它的余音共振特别好。所以你弹完西之后，有的宝宝说，哎，我弹完 re， 我左手再去起的时候，它可能余音还在，还是稍微会听得出来一点点下滑音的感觉。啊，就是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西 re 贴拉在起，贴上拉的琴弦再起，拉哆嗦二三啊。那么这两小节再来一下啊。左手就直接放在拉的琴弦上，稳住不动啊！咪嗦西来，提起拉哆嗦，二三，好吧，再来一次，听一下啊！咪嗦西来，提起拉哆嗦，二三 ，OK， 上到三就 OK 了。来，再听一下啊！左手放在拉的琴弦上不动。咪嗦，你看弹完咪的时候，你左手就看我左手迅速的一下子按到位，有的很宝宝都是咪嗦按的不行，累的不行，特别是小孩子，他手上没劲儿，很正常的啊，就容易按不下去。咪嗦西
眯的时候左手提前去找拉的琴弦，找拉的琴弦先放在拉的琴弦上放好，你弹完眯左手就可以直接去按到西的音准了，也要一下子按到西的音准。那是不是是否能一下子按到西的音准，这个需要你单独去训练，用这个调音器去调试一下。哎，我找一下手感，是不是一下子能按到，是不是一下子能按到，我一下子这是按到西，我下子一下子按到哆啊，这个是一种，这个是对你手指对琴弦韧度的把握，这就是手感嘛。练的时间久了，你手上就会练出手感的。那么再听一下啊，喂，走，咪嗦西瑞提起拉哆嗦，二三，好，那这一句单独来三遍啊，准备走，咪嗦西瑞提起拉哆嗦，二三，第二遍。吸的时候，哎，偏低了那么一点点，总是感觉咪咪。你听这个吸，就两遍，一遍是偏低的咪，那第二遍是准的。不一样的感觉吧？你能听，哎，这个听的怪怪的，给人那个感觉很怪。那这时候你的西是不是都按准了按稳，就影响着你的曲子的优美性好听性，对吧？那这时候我们接下来往下，这一小节没什么问题了，就两只手的配合，就是一个西，就关键在西。所以说有的很多的一个曲子的难吗？它不是很难，但是你这一弹出来，哎，感觉怪怪的，不是那么好听，不是那么优美，就很多的是你的按音呀，上滑音呀，还有柔弦啊等等，在你的左手，对吧？在你左手。那我们再往下，下一小，下两小节啊，下两小节，下两小节。咪嗦咪嗦啦西瑞啦。我嗓子哑了，一个唱不上去啊。能听懂，能听出来是不是？我嗓子哑唱不上去，你们知道，我给你唱低八度吧啊。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二三，嗦啦哆瑞嗦咪。OK， 到这儿三小节，好吧，三小节，我们再往下走，后边三小节，再往后边三小节，我们再听一下啊。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二三，嗦啦哆瑞嗦咪。OK， 到这儿，好吧。OK， 那这三小节听一下节奏啊，跟着唱节奏啊，跟着唱节奏。对，准备个扩音器，没那么必要了啊。三个小节啊。边你们先只跟着唱，先只跟着唱。如果说老师，我可以用边比划吗？可以啊，它的指序抹脱，可以看一下，食指抹，大指脱，然后食指再抹，再食指抹，大指脱，食指抹，大指脱，食指抹。整个来说，它的指序都是抹脱抹脱抹脱。但是呢，有个地方是连续两个音用食指来弹的，咪嗦咪，对吧？抹脱抹，后面嗦啦西瑞啦，还是食指弹嗦，食指尖弹嗦。这是我们的节奏，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二三，再听一下，咪嗦咪，它是一个附点儿。这首咪嗦咪，比如说我们一拍食指有这么长，那个咪，第一个咪后面加个点儿，它的食指占了四分之三分，最后那个嗦只占了四分之一分。也就是说，相对来说，一拍有这么长的时值，就一拍一秒的情况下，咪占四分之三秒，嗦占四分之一秒，就时值比较短。咪嗦啊，这个时值咪从咪到这儿，然后嗦只有这么长，嗦很短，
啊，咪嗦咪就比较短，就一带而过的那种感觉。咪嗦咪嗦啦，那个嗦啦，同样也是那个嗦是占了1/4份儿，就一拍的时值，一拍一秒，嗦占1/3秒，啦占1/1秒啊。具体老师他这个时值节奏怎么划分呢？你先大概的理解一下这个时值，然后后期的话，100天古钟诉讼结束之后，会给你们抽出1周到2周时间，详细讲解乐理知识，以及给你们节奏的训练、音准的训练，明白吧？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二三，指法食指弹咪啊，食指弹咪嗦咪嗦咪，那个嗦弹完就赶紧去弹咪，咪嗦咪嗦啦，听到没？这个地方拉和西转换的特别快，快到什么程度？你知道吧？他们拉，嗦拉，听按啊，听按听按，就左手要非常快，因为这个拉的时值只占1/4秒，1/4秒结束，你的左手都得要去按西的琴弦，要弹出西的音准啊，所以说两只手配合的要极其迅速，你右手贴得快，左手同时按的也快，嗦拉听按，看到没？先按按好之后，后边就是直接弹出来，嗦啦西瑞，很快，嗦啦西，听到没？贴按，一定是先贴后按，有一个顺序。但是如果说老师我跟不上怎么办？那你需要去练拉西拉西的一个手指的一个交替，嗦啦西瑞，弹完出来之后，下个音你食指可以贴上，左手再起。如果说余音比较长的话，我们这时候可以贴上再起。嗦啦提按西瑞提起2 3，再听一下，嗦啦提按很快，然后提按完之后就左手就迅速去弹西，嗦啦，听到没？嗦啦西瑞啦，3，听一下，这两小节，咪嗦咪嗦啦提按西。非常快，非常快啊！那么再听一下这两小节，整个的节奏你先跟着唱。老师，我手指跟不上，两只配合不来，你先跟着唱。然后老师，我吸和拉转化的不够快，吸和拉的练习去单独去练，明白吧？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2 3，再听一下，白噪。咪嗦咪嗦啦西瑞啦。再听一下，预备走，咪嗦咪嗦啦西瑞提起啦，2 3，OK 吧？那这两小节单独练来3遍啊，来3遍，咪嗦咪嗦啦西瑞啦，2 3，第二遍，预备走，咪嗦咪。嗦啦西瑞啦，2 3，第三遍，来走，咪嗦咪嗦啦提按西瑞，提起，2 3，OK，再往后下一句，嗦啦哆，然后嗦啦哆瑞嗦。拉嗦咪哆，来再听一下，嗦啦哆瑞嗦咪瑞，再听一下，预备走，嗦啦哆瑞嗦咪瑞咪瑞哆拉嗦咪哆，再听一下。边唱跟着我一起唱，好吧？预备，走，嗦啦哆瑞嗦咪瑞咪瑞哆拉嗦咪哆。最后那个咪和那个哆重音两个字儿啊，重音弹重音，咪后边加一个横杠，咪有两拍，
都有两拍，那个两拍左手可以咪，可以加柔弦，二，二也可以加柔弦的，也可以加柔弦的。那这时候再来边唱边唱啊，预备走，萨拉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。整个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，你不要把这首曲子弹得很快，没必要弹快，明白吧？我们再来一下，预备，走。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，好。那指法，嗦啦哆，瑞嗦咪。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哆二。这个指序你只这一句只需要你抹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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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手之间交替就 OK 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就很多流行曲啊，老师我看到这个曲子我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。老师我老师没有教我这首歌，我怎么弹？OK， 基本上就是你拿到一首流行歌，用食指大指食指大两个手指交替进行弹奏就 OK 了。两个手指进行交替就你把这个指法固定住啊，然后是食指弹这个音，你就一直食指弹这个音就不变了，明白吧？其实流行曲你弹下来的最简单的方式，用两个手指把这个按照音按照节奏给它弹下来就 OK 了嘛。那如果说有发有吸，那这时候用到的发和吸，你的发和吸的转换音准就很关键了。脚语很多曲子里面都有发和吸，所以说如果说你想把曲子弹好听，节奏可以了，那剩下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就是发和吸的音准的问题了，基本上就是发和吸音准的问题了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。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，指法。那再听一下。哆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。那我们找一下音，食指弹嗦，嗦啦，食指弹哆，大指弹瑞，食指弹嗦，大指弹咪，然后食指弹瑞，大指弹咪，食指弹瑞，大指弹哆，然后食指弹拉，大指弹嗦，拉嗦，食指弹哆。这时候咪呢弹完之后，左手可以加柔弦，二，然后大指去弹，哆，二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，两个手指就一起交替就 OK 了。食指低音啊，低音嗦，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可以加柔弦，哆。老师，我能低可以低音咪可以加，可以不加吗？也可以不加，你可以只加后边的那个低音，可以加后边的那个中音都，可以加后边的中音都。嗯，让我们再听一下啊，边弹边唱，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 ，OK， 第二遍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。OK， 再来，再来，边弹边唱，预备，走。嗦啦哆，瑞嗦。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 ，OK， 再听一下，嗦啦哆，瑞嗦咪，瑞咪瑞哆，拉嗦咪，二，哆，二，再听一下，预备，走，嗦啦。没有吸，所以说不是很难，注意一下节奏就 OK 了。然后最后两小节，
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，最后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小节那个啦哆，啦后边加个点儿，哆后边加两个横杠，那个时值依然是拉展1/4，对吧？总一拍有这么长，拉展1/3，最后这个哆只剩1/4，啦哆非常短，然后直接后边就赶紧去弹下一个啦。啦哆啦嗦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就结束了。再听一下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。再听一下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。四，持续呢就是抹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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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抹，就是食指带着食指带着食指带着食指，边唱边比划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，直发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听一下音，找一下音，食指弹。这时候我们的最后一个音落在骚上，听到没？你如果左手想揉弦的话，你最后一个骚是必须要加揉弦的，基本上。你想加揉弦的话，你左手提前就放在低音骚上，提前放在低音骚上，右手去弹。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再听一下。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三四，再听一下，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二松板，三往上抬，四往下落。我们这个时候曲子结束了，我们可以弹的手臂可以弹的长高一些，就结束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可以弹的高一些，明白？好吧，来。我们把最后两句连起来啊，从那个千古传颂声声爱啊，边唱边唱边弹啊，边弹边唱，OK 吧？整个来说，这一句最后这一句里面就是西，就是西，就是西。整个乐曲里面也遇到的问题就是西。这首乐曲基本上大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旋律，它的节奏都比较知道。那你这个如何去让它弹好听？你把你那西的音准给它解决掉了，我都不说了，节奏对了，音准对了，曲子就好听80%了。剩下的20%是什么？是你的乐感。这个乐感怎么形成？长期熏陶训练出来的啊。那么你的西和节奏感可以短期进行一个唱谱啊，单独练发、单独练习，给你直接训练出来的，明白吧？OK 吗？来，我们最后两行，最后两行单独。边唱边弹，带着你顺两遍，来，走。咪嗦西来拉哆嗦，二三，咪嗦咪嗦拉西来拉，二三，嗦拉哆。骚是低音，不是背低音，这里面没有背低音，是低音。对，
最后一句的咪应该是贝底吗？不是吧？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嗦，低音不是贝底啊。那我们跟着节拍器，没抄错，你不没有抄错啊？跟节拍器学两，节拍器的速度我跟你们说调到什么速度啊？跟合拍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出去罚站。是属于慢速，也可以啊，但是基本上就是六十啊、70啊，像我们弹的《女儿情》啊、《梁祝》呀这些曲子都是60、70的速度，你不用加太快，对吧？不用加太快，就70的速度。咪嗦啦哆瑞啦哆嗦，这个速度，70的速度啊，从头到尾三遍，1、2、3，走，咪。哆啦哆瑞啦哆嗦嗦哆啦嗦咪嗦瑞，2、3、4，咪西啦嗦啦哆瑞咪哆啦嗦啦哆嗦，2、3、4，咪。海豚明天可以在教学群里看到今天晚上的回放啊，你明天注意一下，留意一下教学群啊，找吧。